1 2 3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克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5分钟做好一段影片，威力导演，请个人自行去搜寻及下载。大家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勇敢来拍这支影片，教大家如何快速剪辑 Short 呢？就让我直接破题。我在2023年1月29号才开始拍摄影片，在这10几天的时间内，我已经上传了近40部影片，当然其中有删删减减一些，这样就已经足够让大家知道拍影片上传一定不困难。其中最难的是如何拍出大家想看的影片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主题。我会推荐威力导演手机订阅版本，我觉得这个最简单，用手机就可以直接操作，大家跟手机相处的时间最长最习惯，所以我会推荐这个，但这个是要钱的吧。当然好用的东西收点费用我觉得是值得的，加上艾克我是个50岁的老男人，这么年纪大的来学这个都可以很快的上手，我相信各位看官们一定更为简单。接下来介绍几个步骤，非常简单。一、拍摄影片，不管几个，但是主要要注意直拍还是横拍。二、汇录影片，直觉式的拉推裁剪影片的内容。三、这个软体有免费的音乐、图片及视觉功能，它当然是因为付费了。订阅式，那当然才有免费的音乐啦。4、带入文字及音乐。5、调整位置，调到你想要的位置。6、绘出影片，这样就结束啦。如果之后用习惯，也可以直接将原本编辑好的内容套入新的影片，调整原本用的文字及音乐，这样会更快速。有没有很简单？我目前专门拍摄我每天上班时候吃的午餐，吃饭前拍1分钟，编辑5分钟就可以上传一支短影片，是不是很快速呢？等自己操作上越来越习惯后，自然会累积编辑影片的功力，就能够制作出更精致的影片。我还在累积基础，也分享给大家知道，希望大家都能拍出自己喜欢的影片，分享众人。我也还在慢慢学习当中，下次有机会也会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忙订阅及按赞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